大家好，年初一通常都会食斋，天气冻，今次煮斋煲，食材丰富，罗汉斋煲。首先浸咗冬菇先，将啲冬菇清洗干净，然后用水浸软，拎干水分，冬菇丁唔要噶啦，然后将佢斜斜地咁片过去啊，将啲冬菇切片，冬菇水要保留，呢度有半朵雪耳。将啲雪耳咧用水浸软，然后黄色嘅眼顶咧剪咗佢，浸开咗就可以冲洗啦。清洗干净之后咧，将啲雪耳剪开细件少少啊。除咗雪耳之外，我仲有加到云耳，将啲云耳用水浸开啊。浸开咗，有定就剪咗个定。如果大块嘅咧，就剪开几块啊。需要清洗，备用。我用咗两扎粉丝，用水要浸五分钟。今次煮呢个斋煲，我想啲粉丝淋一啲，所以咧浸咗五分钟。浸咗五分钟之后咧，要捞起，然后剪一两刀啦，唔好咁长。呢度有一罐草菇，系罐头嚟嘅，用新鲜嘅都可以。罐头草菇最好就冲一冲水。仲有一啲荷兰豆，将啲根摘咗出嚟啊！我配搭咗一啲细棵嘅小唐菜，要将啲叶同埋菌分开。菌咧，将佢一开二或者一开四，你用其他种类嘅时菜都可以。依度拍一嚿大嘅姜，要嚟飞水嘅。另外四块姜片咧，要嚟炒菜。依度有一啲面筋球，再有一啲炸豆腐角、炸蜘蛛，准备多一条细细地嘅红萝卜，将佢切薄片啊。跟住开翻一个混合酱汁，有四樽细樽嘅蓝鱼，加翻一汤匙蓝鱼水，一啲素蚝油。生抽、糖、适量胡椒粉、少少水添啊，将佢彻底搅拌均匀。有两部分嘅食材，第二部分嘅食材需要飞水。依家冻水加姜。等啲姜出味，冚盖，将啲水大火煮滚。啲水滚起咗之后咧，要加啲油，将红萝卜同埋菜块飞水先，大约系20秒至30秒，半熟就可以啦。红萝卜要注意，唔好切得太厚。跟住啲水要再滚起，加啲荷兰豆落去，飞水10秒，都系半熟就可以啦。水要再滚起，然后加埋啲云耳同埋雪耳落去，冚盖啊，
滚起咗之后呢，就将啲雪耳同埋云耳煮一至到两分钟，跟住捞起。要压走多余嘅水分，跟住摆埋一边备用。跟住将啲草菇飞水都系要水再滚起，然后将啲草菇飞水十秒到啦。跟住又要注意啦，选用嘅食材有油份嘅咧，要最后先飞水。炸枝竹同埋炸豆腐角，飞水一分钟，去除多余嘅油份。好啦，到最后将啲面筋球飞水，面筋球就最多油㗎啦，用个蒸送架压住，防止佢浮起，将啲面筋球煮淋就可以啦。我今次买嘅面筋球唔係几靓呀，有少少容易煮烂。一阵间呢，我唔会将啲面筋球煮太耐呀，因为我见佢都好淋，你视乎情况呀，需要煮耐啲你就可以煮耐啲啦。开始煮，首先加啲油落隻镬嗰度，烧热隻镬之后用中火爆一爆啲姜片，用中火加啲冬菇落去，兜炒30秒。然后加埋啲云耳同埋雪耳，兜炒一分钟。将啲云耳同埋雪耳推埋一边，再加返少少油啊，跟住爆下啲混合酱汁，将啲混合酱汁同埋食材兜炒均匀。跟住加埋啲冬菇水，冬菇水我已经叮熱咗㗎喇。雲耳同埋雪耳呢，我会炆煮一阵先。冚蓋滚起之后，转中小火煮一至到两分钟。跟住就可以加埋啲炸枝竹同埋炸豆腐角，兜炒均匀，睇下够唔够水分啦。炸枝竹有时唔系好襟煮㗎喎，你都要留意。冚蓋用中火煮滚，滚起之后呢，转中小火炆一至到两分钟咁啦，都系要注意啦，唔好俾啲炸枝竹煮烂。跟住呢，就再加埋啲草菇、红萝卜，仲有啲粉丝。如果你啲菜叶係大棵厚身嘅呢，依家加埋落去呀。嗱，睇下唔係好够水喎。加返适量嘅热水，但係唔好太多呀，唔够先再加。煮斋菜呢，係要一路煮一路补加水分。有时每一种斋菜嘅食材吸收水分都唔同噶，唔好一次俾太多，多得滞咧，成镬水就好难补够。我用嘅系细棵小唐菜，所以菜叶都好薄，依家加埋啲菜叶落去啊，将佢兜炒均匀。咁而家再睇下，水分都唔系好够，加翻适量嘅热水。喺呢个时候可以试下味，唔够味呢，补加返啲盐调味。到最后面筋、菜款同埋荷兰豆回锅，兜匀咗就可以㗎啦。咁依家煮好咗，剩返嗰啲水分唔需要太多㗎，
摆放一阵就会吸收埋，湿用就可以。斋菜最重要就系唔好煮到成镬水。今日系煮罗汉斋煲，唔想咁肥腻啊，所以我用水预热瓦煲，用多一啲油都可以，一定要有水分或者油分。如果干烧瓦煲，一倒啲斋菜落去咧，就会黐底噶啦。加翻少少素蚝油落啲水嗰度，唔好令头先煮好嘅斋菜淡咗味。加啲斋菜落去嘅时候，尽量粉丝唔好放底，呢度咁多再唔晒嘅，应该又净又鱼又净啊嘛。有冇周不时出街食素食呢？响出边素食餐馆嘅罗汉斋，每一间都唔相同。十八罗汉通常都话有十八种食材嘅、哦，尽量都唔好太少品种啦。我今次系用咗十种素食材，唔系食落口都唔似罗汉斋嘅啦。因为罗汉斋系丰富嘅上素，睇下每一种食材我都唔系俾好多份量，但系煮埋已经好多啦、哦。咁丰富嘅罗汉斋煲，就预祝各位响新嘅一年如虎添翼，苦尽甘来，身体健康，一年好过一年。喜欢我呢个罗汉斋煲嘅，唔好忘记订阅、分享同埋点赞啊！响下一集我哋再见。